Billy 在2021年出道，在第二次的回归更是迎来优异的成绩。随着女孩们带着新歌回归，青春甜美又轻松的曲风让非常喜爱。而在今日的 The Show 上， Billy 成功的拿下了出道后的初一位。응원해주시고사랑해주신우리 Billy 덕분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Billy 진짜너무감사해요감사합니다 Billy 감사해요감사해요감사합니다사랑해요安可舞台女孩们也是嗨爆，就连高音也没再怕，直接大声唱出来呢。Billy 真的非常优秀，期待未来再拿下更多的一位吧。